哎，来啊！来来来，继续。来说这个，说哪呢？刚刚说这个存储，现在说这个存储差 SS。那么什么是存储差 SS 呢？他说，存储差 SS 会把工资者的数据存储到服务器端，工资行为将伴随着工数据一直存在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提交 JS 工资代码存储到数据库，然后再输出，就这个意思。走一遍了。再一遍。比如说这个提交留言，比如说叫什么乙行动啊，然后提交个工资 JS 的。然后我提交这个，没毛病嘞，就这样提交吧，能看懂就行了，看懂吗？没毛病。我提交这个，对，失败。你是不是数据库没改好？京东。弹框对吧？提交。留言成功，然后后台会是什么呢？看一下，是不是被执行 JS 了？对啊。你看。不是这条是新东，对。内容你看是这个吧？是被执行 JS 了吗？对，没错。然后如果我把它添加这个工资代码在哪了？就这个对吧？是不是很长？很长对吧？对。太长了，是不是很长？感觉？写成一个 JS 填入进去呗。你感觉这个是不是很长？对啊。那怎么解决呢？那写进一个网页里面，给那个网页添加一个是不是可以包含 JS 链接进去就可以？OK，来试一下。没毛病的。这边新增个 JS。新建一个 JS，可以了。一点 JS，对对对。就改一下嘛。你先。比如说盗取他 cookie，谁发送到这里？
还需要弹出吗？还需要弹出给他看吗？不需要，肯定不需要啊！哇，傻屌啊！傻屌。OK。在录像这种这个路径不能给别人看的，所以。怎么包含呢？原生包含怎么包含呢？嗯，是不是这么写？一个 src 等于 src 等于，然后就是这个是个远程的地址对吧？对。一点 js， 你看这样多方便，一提交，哇哦，看多简洁，我看。名字，这什么鬼？提交有什么新东查你们？过去，再刷新。哼，要是被我那看多一个请求，我就宰了你。是不是发送个请求？对，没错。看 cookie， 对吧？嗯。然后 cookie 我拿到了，那这就是他 cookie。嗯。然后就可以登录到。他的那个怎么登录？你登录给我看。改一下 cookie 就可以了呀。怎么改啊？你发给我啊。这个是有那个未授权访问的。什么鬼？你访问这个文件。然后他提示出你已登录就行了。那个 list 是有那个未授权访问漏洞的。这个未授权我后面会讲，你先别关，也别问。IP。等等。IP 是吗？嗯 ，IP。192.168.100.123。哎呀，操！100.123。嗯。怎么会？把你 IP 发射给我。嗯。10。192.168.100等于多一百多少？110。等等呀。访问一下，可以吗？嗯，对吧？没毛病啊。嗯。我不知道你账号密码了啊。嗯。JS 可以定义 cookie 吗？嗯。JS 可以定义 cookie 吗 ？JS 可以定义 cookie。嗯。什么意思？就添加 cookie。你等一下啊、哦。可以吗？你用 JS 来定义 cookie， 没毛病。嗯，用 JS 来定义 cookie， 百度 JS 定义 cookie， 定义 cookie。嗯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说把这个 cookie 改掉？对。JS 也可以的，你百度一下。啊。嗯。可是我这里
些，对啊，还少两个，两个就被分尸了。第二个，啊，嗯，看到看到，刚刚，好，名字，然后值。名字也要值，嗯，这个，嗯，那我把它写在哪里？我这边又没有那个浏览器，你肯定会写错，你看，滚。为什么？没括号啊。嗯。那个刚刚那个是变量拼接，这个是变量吗？应该是，你看这个 user name 是个变量来的。把这个 user 删掉，加删掉，然后双引号删掉，中间那双引号，后面加双引号，后面加双引号。我写到这边我也没有用了，执行呢 F12这里啊，调试是你这个控制台这是执行键是，你确定有后面下面没有下面对这里，不允许粘贴，你输入啊，下方输入 ALL 什么什么的，你输入回车，他不是提示你了吗？他有毛病啊，人家都不说不允许粘贴了，小林然后粘贴啊，狗屁你输入错了吧 A L L O W 多了个哈，好的啦，嗯，然后呢执行了，上面那错了，上面哪个错了，这个对这个，嗯，你错了啊，上面对，把它删掉，删掉，对，全部删掉，全部删掉，对，没错啊，删掉执行，明白了，嗯，好，这也是给你了，LOG 嗯，再来定义一下，刷新，嗯，没毛病，嗯，好，那这个就是存储差 SS， 就是说提交之后，然后存储到服务器，存储到数据库，然后再进行输出，对吧？嗯，但是人家周围过滤你的括号，贼尴尬。